繞啦，發展到依家都去到有世界性嘅賽事，咁亦都發展咗五種特定嘅專業嘅。咁咧佢哋個名好簡單嘅啫，咁分別就叫1 A、2 A、3 A、4 A、5 A 五種。呢款嘅搖搖咁就叫1 A 搖搖啦，就係單手線上花式。咁咧佢嘅玩法咧就係會有一條線然之後將佢綁喺手指上面啊，咁咧再用佢長時間嘅空轉時間嚟做出唔同嘅線上嘅花式嘅。咁第二款咧叫2 A 啦，個名就叫做雙手回轉花式。雙手回轉花式咧，咁顧名思義，咁我哋咧就要同時間玩兩隻手嘅。咁呢種咧同1 A 嘅花式有啲唔同嘅，咁佢係一種中間嘅線位比較窄啦，咁咧只能夠喺短時間上面做出一啲不停咁回轉嘅動作。3 A 咧，咁佢個名字就叫做雙手線上花式，用兩隻可以叫兩隻1 A 嘅搖搖啦，咁咧將佢左右手各綁一隻，咁咧同時間做出兩隻搖搖一齊旋轉，一齊咧做出線上嘅花式，咁亦都係一個非常之高難度嘅一種搖搖嘅玩法嚟嘅。4 A 咧就叫做離繩花式，咁咧佢就比較似我哋中國嘅扯鈴係啦，咁我哋會將繩綁喺手嘅一端，咁然之後咧搖搖係會同條繩分離，咁做出一啲可以將佢向上拋嘅動作啦，或者做出一啲其他類似扯鈴嘅動作。好，而最後一樣咧就叫做5 A 離手花式，佢會用一隻1 A 嘅搖搖，然之後咧喺佢嘅繩嘅末端，咁我哋唔會綁住隻手指嘅，咁我哋咧會綁一個附重嘅物體，然之後咧就玩唔同嘅花式，咁咧成隻搖搖連埋條繩咧都係可以離開隻手嘅。我哋期望啦，就將搖搖呢樣運動推廣俾澳門市民啦，或者係澳門嘅青少年人啦。咁因為澳門實在幾乎都冇人識得呢樣嘅運動，咁我哋即係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，咁就希望成立一個協會，咁咧期望透過之後嘅活動啊、表演啊，將搖搖呢樣運動推廣開去，咁起碼令到澳門開始有人認識呢樣嘢，或者有人嘗試去接觸、嘗試去玩搖搖呢樣運動，咁就我哋成立一會最大嘅一個目的啦。